那小木老师，你今天都难得来了，对，帮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一对，荧幕情侣，是是是 ，Ken 哥跟欣雅，什么？他们的前世是怎么样嘞？我们哎，也有看过了吗？有看过，偷偷看过，有什么什么？来哦，期待哦，厉害喽！好，你们两个的状况呢？现在就是哎 ，Ken 哥上辈子是儿子啊，然后欣雅呢是妈妈，妈妈，安欣雅是妈妈，我是你妈，所以你有喂过他奶，哎，所以难怪你会我知道他是风筝芒果，哎，这就合理了，合理了。对啊，你从未喂过，从小吃到大的，形状都没有变。对啊，不是，难怪我看 K 哥每次点那个手摇饮都要芒果口味的，而且是芒果牛奶。我妈妈在生我前是严以律己的，是樱桃番茄，后来喂了母奶之后就变成风筝芒果。我不是风筝芒果。啊，好啦，讲回来讲。好了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不好意思，打断了，打断了。那个就是这两位呢，以前呢，就是因为那个欣雅以前呢妈妈嘛，可是她是老来得子，然后呢，所以那时候带孩子的呢就很辛苦，因为呢有心无力，然后所以就是Ken 哥在前面跑跑跑跑跑，然后跌倒了，你也来不及在后面追上。所以你们可以对照一下今生的一些状况，如果你们有在一起或没有在一起都没有关系，但你们的相处上呢，会常常就是 Ken 哥跑得很前面，然后自己玩得很开心，然后呢妈妈也希望可以好像跟上他，但是你都会觉得你们有 gap， 你们有距离。没有什么？有 gap， 有距离。有距离，有距离啊 ！Gap，Gap，Gap， 好 ，G A P， 没有 Gap， 什么？你突然转换英文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？现在有 Gap， 突然有 Gap， 有有 Gap， 突然有 Gap， 突然有 Gap， 突然一直 Gap，Gap，Gap， 我们会吓到，他们突然错了，吓死！突然距离，我想说老师怎么讲脏话？没有。可是我以前，我之前有算过一个很特别的前世今生，就是那个女的那个师姐，她会直接。被我的前世上身，哎呦，上身然后就跟你讲话，不是他没有，他会被上身，然后就是你的前世的状态。我太大力了，太大力了，变芒果了。左风筝有芒果。好了好了，然后嘞，然后怎么样了？然后怎么样？好了好了，开玩笑的。然后他跟你说什么？没有，然后他就是变成我的前世上身，然后他就是一个妈妈，我前世是个妈妈。对。然后就是准哦，妈妈。有准有准。对啊。然后他就在那边是哭，一直哭什么？不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小心把你掐死了。他掐死他儿子。天哥被掐死了。就我前世是妈妈，然后不小心的掐死儿子，然后一直对儿子很愧疚，然后最后疯掉，他就在我面前疯掉这样。真的，真的哦，天哥，这个是起码有吃到芒果。死而无憾，真的真的。我是因为吃到风筝芒果，然后他太气太痛，掐怎么被你吃到这样？是这样子啊？哎呦，是吧？小莫老师，我这样我算是活该喽。我干嘛好好没事要把对让他那么痛这样子？这个可能是因为其实前世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要问的到底是什么。那如果说你刚刚这样的状态的话，有可能这是你们的某一世，因为我们通常不是只有一世跟这个人有关系，通常都不会只有一世。一世通常都是那种一面之缘或是短短的。通常都会有很多事都是他吗？不一定是妈妈，有时候不一样的关系，但是你们至少有三世以上的姻缘。真的？真的假的？他们两个三世姻缘啊，三世能够到连续三世都还有姻缘是很难的，对不对？真的很难，真的很难。在一起，我跟你讲，但我每一世我都是会吃芒果的，我喜欢吃芒果。好，但比较重要的就是，我要问一下立冬啊，因为立冬前一阵是跟那个梁以诚去吃火锅。吃火锅，这个事情本来是，这个事情是本来是没有人知道，完全没有人知道，结果是宪哥看到，对，看到了。但我们想要知道说，到底前世他跟梁以诚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，今生今世有没有缘分？哎呦，厉害！来请教一下，就是呢，也我也偷看过了哦，所以立冬呢是。
去就是前世啦哈，相关时是考生，考生啊，就是那种落地的秀才的那种概念。哎呦，然后呢，梁以晨呢，她是一个卖艺的女子。哦，真的。对，但是她是那种卖艺不卖身的，然后什么都会的那种，所以还蛮有才华的。有才华。对，然后呢，她就是在上面就是弹琴啊，弹琵琶，弹古筝，然后呢，这个落地的书生呢就在下面也青楼的下面一直看她。然后呢，看久了就有生出感情了，爱上他，哇，对，然后他们的互动是怎么样？他落地书生没有钱呐，你不能上去买他的时间听他弹琴啊。然后他你就在下面一直看一直看，他也知道有个人在下面痴痴的看着他，然后傻傻的等着他。对。没有钱，没办法。然后呢，他就请婢女呢，每天就送一碗水给你。然后呢，他其实是怕你在下面等，因为很热，然后有时候很可怜。哇，对你很好哎，他有关注我就对了。对，一碗水摆在地上给他喝。对，但是你又不懂他，他又舔。这狗啊，敢吃狗啊！这样羞辱他，他讲这是我灵不灵敏？对，但是比较傻，立冬就比较傻哈，在可能在谈感情上面也都比较傻，他不懂女生在想什么，他觉得你拿水下来是要赶我走，水赶快喝喝，赶快走啊！哦，赶随便赶快走了。对，那你就每天来，每天喝那个水，然后每天都很伤心，最后伤心而死。伤心而死，好悲惨的爱情故事哦！伤心而死。所以我这一辈子就不喝水，宁愿跟他喝那个永远放到有味道的火锅。所以这一次他们是有机会可以有一些他结果机会吗？对，可以锅一辈子吗？清水变鸡汤了，现在可以，可以哦。对，但是你要知道负责哦。有机会，那我先走了。小孟老师，你一直说他要对啊，他要注意到什么事情？因为他是非常心非常细的女生。哎，对，他就很多，他是很敏感很细。对对对对啊，对啊，立冬也是很细的男生。对，但他细不在那个心细啊，细细细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，我心细，我想要帮你加分，细着他，开始开始，他心细已成。对对对对，但立冬的细不是在那个细上面啊。对，知道你不要讲。什么？不是在心的戏上，不是在心的戏，是在器官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尽量不是啊，立冬是不要学坏，是笑而不答，你看看。天哪，立冬好细，头发天你是发根很细，对不对？头发很细，我是说你的心不够细，你都不会去读懂女生要什么。你要细心一点呐，这一生要对，你都觉得对，跟他吃个火锅，他就会爱你，对，他就会爱你。其实不是只有吃一个火锅而已，要更多火锅。哎，你好好哦，不错，哎，你是好的，对啊 ，OK。所以你要细心一点，你要用心一点，对，他才会前世算好。嗯，那老师我也可以私心问一下我的桃花吗？因为他问过很多老师，不是因为我有老师跟我说，我32岁会有一个真命天子，然后他还说，哎，你要忍一下，你忍一下，你36岁还会更好的。就我到现在都没有遇过，哎。好，那我很直白的问，你真的有想要吗？要啊，谁不要？他要，他是想要谈恋爱的。你不觉得？老师你不觉得吗？你觉得他是不是他事业心比较重？你的事业会摆在你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上，因为你现在做很多事情，并不是你自己最想做的。哎呦，譬如说主持同学来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为什么不喜欢跟我们，想要跟我们在一起呢？我又没有，啊，那是上辈子的事了，你有必要计较到现在吗？芒果，我不是芒果奶。好了，但所以不是这个意思吧？不是这个意思吧？不是这个意思了，就是说就是事业上会这样，可是你在感情上也是有一样的状况，就是说你可能有选择的时候，你有对象的时候，你会拿捏不定，你其实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。对，你觉得 A 有来，对，应该，但你错过了。对，3638其实4042都有机会。3638、4042，我还有两年一次，每两年就一次。所以我还是会有桃花的。桃花随时都有，但现在我讲的是正缘，所以我才问你说，你到底是想要谈恋爱，还是要正缘？这完全两件不一样的事情。谈恋爱，谈恋爱就随时来，你看。谈而已啊。推荐一个比较有效的，就是我之前
气球人伟轩，我之前去算八字的时候，老师就看我命盘，他说我跟猫咪很有缘分，然后他说我可以多剪一些猫咪的胡须，可以带来好运。那我就请我朋友帮我准备一些猫咪胡须，然后我那一阵子就家里也放，钱包也放，什么就随身都会携带。我那个月的工作量是前几个月的两倍，就是满满满这样。然后像我今天有带我的猫猫胡须来，就是猫咪胡须它是要猫咪自然掉下来，不可以是你去剪它，而且因为猫咪胡须是他们猫咪保持平衡的。对，它是很难掉，就是它如果掉的话，可能会跟毛混在一起，所以你要很细心的去观察，然后把它捡起来，要把它收着，这样子，这是推荐大家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中间综合台，同学来了。